奇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他已经没有办法和消费者共情了，道歉也只是为了双十一。我没有什么意思，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。如果你是债粉，你都不理解我的那个感受的话，说法的话，行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不好？就我可以不用工作了，我坐在这儿最后的意义，就是因为你们想让我们多陪一会儿，那我就坐在这儿唯一的意义了。我跟你说，真的，头痛到死掉，每天坐在这儿，就是第一个公司这么多人，还有这么多同事需要培养。然后就是你们都说过一句话吗？我不买可以，李佳琦必须要播。这句话好不好听呢？如果站在字面上的意思不太好听，因为觉得你们很自私。但是在于我对你们的理解，我觉得你们把我当做了一个随时随地可以陪伴的那个状态，那我觉得这就是我坐在这最后的意义了。